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，今天南阳这边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，农舍这些毛孩子们呢也是热得有点受不了，我看他们现在都是往这个花架子下边乘凉。当时小天我们就和记者说，把我们这个就是房子前面这一块全部搭成一个凉棚，但是现在我们这边是建不了那个棚子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那个遮阳网，我们把这边全部给它遮住，到时候让毛孩子们呢，白天的时候可以在这儿下边活动，然后非常阴凉，没有那么热。今天下午呢，也是刚刚去把材料全部准备齐了。明天上午，约的师傅是6点钟就过来，然后准备就开工开始干。这会儿呢，需要先给毛孩子们去称个体重，因为他们又到了该驱虫的时候了，称个体重，然后给他们驱一下虫。好了，好了，天哪！热不热？啊，坐坐坐。卡特R3.6，咋着？下去吧，来，老了下来，老了，来下来，来，好好背上，都背上啊，不是啥啊。五点六，
啊，我们走啊。好好，还是右，还是右姐。现在别错远了。醒了小周天，念咒加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，得了道的小神仙，推过九宫图，演过离阵间，贫道我通晓天文地理，上下这五千年，拜过三清祖，别过了龙虎山。小到我走，毛孩子们的体重啊，刚才小赵我们两个全部给他们称了一遍，然后算完之后呢，驱虫药下来可能就要1000多块了，但是这笔钱呢是不能省的，因为每3个月一次的毛孩子驱虫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在我们农事啊，这像农村，很多的这种小虫子，你像小到螨虫，大到那个条形虫，这个都会引发狗狗的一些病症。你像螨虫的话，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个浑身的皮肤病，瘙痒，这个需要，也到时候还需要看病。然后还有就是条虫那个就不用多解释了。所以说这笔钱是绝对不能省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是明天就给他们开始全部驱虫去一遍，然后记个日期，然后再过3个月还要也要再去一次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这悠长命运中的城。